这个沸腾真的放水哦，老铁们，这个水，大家看一下，已经马上就干了。那边的草都亮出来了，这是白天找地方找到的。这个边缘上这个古猛里都可以扒开找洞，都可以找货啊！耶，这里有个小黄鳝，快点！来，这里面有根小黄，那边雷一头一头，哎，啊，但是有点小啊。 这么小，黄桑桑的，这第一根就给它放了哦。这艾子都没上，扣着走。喜欢户外的朋友进来看直播，欢迎老铁们。